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，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，万物的创始者，有一位真神太初，有道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新约约翰福音1:1-3，圣经创世纪1:01-5 general 1:1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General 1:2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General 1:3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General 1:4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General 1:5.